凶哦。哎、欸，碎花，你们可以放心买好不好？我们家碎花是很好看的，完全不老气。然后刚刚那个是蓝色，我穿这个是白色的哦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碎花，它是雪纺的面料，夏天一定要有一些雪纺，然后花花的才感觉比较那种夏天到来的感觉。夏天到了，对，而且我们的花色很漂亮哎、欸，你看穿起来就是很时尚，不会说老气的那种。然后它的配色就这样，里面穿小可爱，它是轻薄透料质，可是我觉得好像因为它花花关系。不太透了，对，其实不会太透，真的不会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 S M L 可以穿。那这款设计的地方就是，我觉得它的挖肩设计蛮漂亮，就是小小的随地洞露肩设计，就是也不会说开到太多这样子。然后有点小小的荷叶袖，荷叶袖的设计就是五分这样子。然后领口地方是做这种小 V 领，版型很美哎、欸，然后是落肩的哦。然后后面是有个小绑带，有小绑带。有看到了，带设计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穿个短裤啊就很 OK 耶、欸。然后长度的话也不会说太短，你可以扎进去了，然后也可以放出来。扎进去蛮无感的，这种都不会有太厚重的感觉。对，就是超凉感的，超凉感，放出来长度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个人如果穿的话，我比较喜欢有造型的话，我会把它扎进去，因为它很软，所以其实塞个高腰，你看穿上去就轻松塞就可以了。配这个短裤超好看的。没错，它的这个是白色的哦。好，那我现在换水蓝色给你们看一下。白色的话就是像橘，有点菊花，菊花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水蓝色配粉花，就是都还蛮衬肤色的。而且它面料是真的超级凉感的哦，有没有？如果要出去玩的话，这点适合。而且它软到是可以卷起来的耶，你看多软，卷起来这样穿就可以。可以啊，而且我觉得配个蓝色裤子牛仔这样子也好看。佩奇也荣耀预购。对，佩奇。好。嗯、啊。有没有花花仙女的？刚出来。花花仙女的，哎、欸，把它带回家。这个碎花很漂亮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好看啊。花的都没人喜欢啊，花的不是夏天一定要有的吗？对啊，而且这花很漂亮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配牛仔裤很好看啊。也可以配黑的，完全没有不老气，对不对？完全不老气的款。对，这个花色很，我觉得很好看，而且又有点小性感。我觉得领子很重要。对，然后有点小气质的感觉，然后夏天穿很凉爽，而且穿起来就是很显瘦，因为这边地方是挖肩的，完全不会很蓬的感觉耶。然后又是很舒服的雪纺面料，胸前是有点做抓走的，所以看起来奶会大大的感觉。没错，气质美女在哪里？然后摆最大气质的，好，赶快再带一件。